可是我自己后来看过练习再回来看，我就会觉得，其实因为现在太多像练习那种很烂的东西，就是它就包装那个样子，然后其实真的很，我觉得很空洞。好了，我觉得没有感觉到什么，然后我觉得看破报反而让我比较觉得接受到东西，所以。所以你们顶多就是字的间距再放大一点。你们觉得很腻吗？现在？没有我。哎，你知道我记者都，他我每天做一个版，最多，因为我们看版越来越宽了，因为苹果的那个 size 它会越来越接近正方形。你像那个整个印刷厂的这个纸板，它越来越，所以我们以前一个版贴到2200，所以我们现在一个版都能到2000字。然后我们的记者每次写都写2500、2700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又不太喜欢删记者的稿子，然后就很尴尬。他给我的，我们研究社我就说，你这边删成2000字，下一次来2500，再退一次，下一次来2300，然后他就是不肯删，然后就，好，我笑笑跟他们说，我们有读者反映，这个你们字实在太多了，不是太多，是太密，没有啦，我自己个人，我觉得对我这老人家来说，他字都太小了。刚刚提到很多就是关于风格的问题，那对吧？我也像我跟你沟通都看过，感觉到现场比较 peace 的方面，就是感觉出来了，对吧？那我想问，其实说就是关于，因为刚才提到说就是很注重关于写手个人的一个风格的部分，那这个部分会跟刊物本身的风格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啊？或者是有什么就是需要磨合的？我像《易事报》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也是。字偏多这样子，所以有在过往几年下来，就是会不断的想要去想办法去稍微调整一下风格。会啊会啊，我一开始会很多冲突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我后来的冲突比较不是风格上，就是说有一些是形式上的定义，说我一个版最多就发2000字，不可以再多了，一篇书评就1000字，就这个东西变得比较死的定义。那至于怎么写，当然有很多，就只能用版面的大小来。控制。那另外一个就是，以前我们其实有定一些，比如隔间距啊、短距的，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所以后来就比较像是用观点方法来讲，就是说每个事情你就算不能全部讲清楚，你也可以说一两个，比如这个事情到底谁在谁来做，谁会获得利益，谁会损失，我觉得是很非常根本。就是往下的事情，你可以完全可以用这个分析嘛，谁赞成谁反对，谁会因此获利，谁会因此失去利益，这容易分析。那有些东西变得比较困难，所以你就要更强烈一些的东西。就换句话说，到最后我们会变成是就陈述观点某种程度的批判，而不是那个文字本身的问题。就是你到最后还是观点的问题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那当然有很多研究生，因为破坏以前有很多记者都是研究生嘛，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写的东西很可怕，像那个学术报告，很喜欢掉书袋。北洋军又这样说，然后德勒这样说，法丁尼也这样讲，然后我就说我们读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，干嘛要跟我讲法丁尼说什么？而且我也不确定你到底知不知道法丁尼说的，我也不太确定。所以他们，所以后来我就会，特别是研究生，所以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长的调整期，就是我希望他们尽量不要掉书袋来写东西。啊，会啊，大家都会啊。很多人都喜欢嘛，所以，可是这个就要慢慢调整，因为我其实不希望我们的东西好像，你没有观点，可是你好像用很多人的知识或观点才可以证明的很有道理，人少得少，起码在写报道的时候，然后慢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的标题，跟你们的封面，其实封面跟标题都很能够展示你们的风格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作为编辑跟。执行面比较，就真正编辑的人是决定封面跟标题，就那整个版型跟标题，因为标题是最能够展现风格。那记者的文字其实风格是展现在那个康本就是报道里面，所以如果你们要对《易事报》有一个明确的风格的话，你们在你的版型设计跟标题跟封面就会变得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有点是大家认识你的第一印象。问题会是有什么样的？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我还蛮好奇。我们现在，
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这样没有办法走出去，我要回来回家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你们这代是你们事啊，最焦虑。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代，我觉得你们渐渐的好像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，比如说苗栗华人事件，然后苗栗农民土地抗争，到网民家到乐中，我觉得你慢慢出来一些不同的。它跟以前不太那么一样，就这个东西其实大概起码五六年或七八年之间没有发生过，因为只有热身这样一直慢慢下来。最近的确有些事情好像看到一些不一样的，我觉得起码是什么，就是社会中来说，那就结构上来说，这不是你们错，就是我们这代的错，因为我们把所有可用的事情都用了。我说如果我们让历史变得太精彩的话，你们就没有意思了。开玩笑，这题在骂你。你们要逃出历史的囚笼。我跟你说，每一个年代要创造自己的风格跟故事的时候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打破那个历史囚笼。比如说 ，Big Generation， 从早期就 Lost Generation 那一代，海明威那一代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震惊嘛，要救死救活。你看那海明威的小说，就是人生啊、大道理啊、大海啊、大鱼啊，就是大。可是你看到 Big Generation 到跟克鲁亚克那一代，就是我不知道大，我特别我个人追寻，然后到他们的嗑药，然后东西美东这样跑的，然后加上像 Allen Ginsberg 那些人，那些写诗，就是那种就回到小谈部分，他没有办法谈像海明威谈那么大，他不是 Lost Generation， 他只能回到像个人的药物的反射部分，然后到新年代庞克，他觉得你们这种谈个人又太无聊，就是你们没有那个社群感，所以庞克又开始独立组织。我就说每一代的都要透过一种这种破坏，对自己的破坏，你才有办法逃离上面的束缚，不然。所以当很多人抱怨说你们这一代什么没有经验，或是上一代做多好多好，现在可以不用这个，因为上一代妈妈跟你不太一样。你们现在最主要是就是要想你们自己有什么。我觉得我这样讲，就是。每一个年轻人都会觉得他的创意无限，没有力量。可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你们做过很多事，其实老一辈都做过。你不能因为你发明了一个轮胎，觉得很高兴，说啊，我发明了轮胎。那你忘记轮胎2000年就被发明过了。我觉得年轻人有个问题是，他做很多事情，觉得他都是第一有首创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其实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这种经历，他一直都是挫败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起码要从历，我们只要从历史看到昨天就好，是不用太在乎，因为你们完全不同的环境，就重新来一次呀，破坏一次。可是因为现在状况太糟糕了，我的状况太糟糕是，你们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机会寻求自己的梦想，对吧？因为台大学生还好，台大学生我们做过调查，台大学生70%以上是中上阶级的孩子才可以。你去私立大学问问看那些孩子，他们一毕业就付了40-50万的债，然后他要还债，然后他基本上就很多人在讲最低工资，对不对？你去高雄看看，我们高雄所有的工人根本没有最低工资，他们很多大学毕业生，连我的研究生毕业都只能拿到17000，没有人在遵守最低工资，然后一个礼拜工作6天，这是高雄。我就说，看起来也不太准，因为不会太扭曲，真实世界根本不知道。然后，这是我要说的，你要有点破坏力，要有力量。这种力量，我觉得不是历史，一部分是历史给你的，可是一部分，这些东西都是历史留给你，就是灾难部分很大，就结构也是问题，我们搞过那些事情。可是有些部分是历史没有给你的，我们那一代没有那么多网络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本杂志，国外杂志正常去主板翻的，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资讯的选择。就严格来说，我们那一代的资讯的幼稚程度比你们多很多嘛，可是我们那一代开始搞网络，开始搞，对吧？是我们那一代，因为我们那一代需要资讯，我们这代不需要，因为我们条件不一样。所以你们该想看，在一个不需要新的资讯的同时，像你们该做的事。我们那时候只要做一件事，把新资讯带进来，我就很酷，就很厉害。你们像这样提的，所以你们恐怕有更好的发展。
就是要筛选跟重组。你们变得非常会说故事，有太多资讯了，所以你们才忘了筛选，要重组。你们根本不用引进什么新的，所以你们条件跟我们条件不一样。我们那时候很简单，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敌人嘛，唯一的敌人跟万恶的敌人就是国民党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好选的，所以你很容易变英雄。所以你现在不是了嘛？你们的敌人何止是国民党和民进党，还有资本主义，还有新自由主义，还有巴拉巴拉的。所以你们敌人很多，所以你们这个年代本来就要当英雄很困难。我们那个年代很简单，你只要去街上撒撒热血，骂几句国民党就是英雄。现在哪有？现在连待遇都比你更激进。你们现在遇到问题是，连张选都比你激进的时候，你们就有一个台大的决定，你会觉得很好，也不错，对，起码有人看到，真的吗？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就来回答，就说他们那个都市受害者联盟，他们是发表一个新闻吗？让那个按赞跟引用人数很少嘛，结果张选嘛，一发布或者带一点一发布，那个就几万人按赞，几万人。然后这样好吗？他们都那个，他们联盟就觉得好，这样很多人帮你赞助，所以你们是增加这个事件的曝光率，还是增加代理人的其他资源？你都有？那我们哪时候要把它讨回来？把我们增加给代理人的文化资源？你们以后什么事情，就台下一直报请代言，那你代言就好了，你这样就很红啊。我是觉得那个路线比较属性不太相似。真的吗？他那么关心社会运动，就很酷。而且那个王家策本来他搬去，他自己盖那个公司就什么。现在你问他们公司，他们就知道。然后还说那个桂纶镁捐的钱，还有什么谁也捐的钱，代言，想要代言。你如果不要，一定有原因嘛，对不对？不私交，是什么交？就是原本想要推的东西找到代理，最后就会变成是啊，对。那王家，我觉得很多程度上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口才，就是很多我觉得啦，就是对于很多的读者而言，运动员方面在一些就是变色上有一些妥协，或者是需要一些就是，也是他们会设一些让运动员熟得或者怎样熟得什么相关一些，就或者状况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像不太好嘛，就是毕竟我自己会觉得媒体本身最重要还是在于就是自己的宣传，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媒体跟像那报道学术运动，因为它是落在不太一样的角度上面，所以说他们可以有就是策略性合作是可以，但是彼此之间应该抓到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一部分。所以运动就可以利用这些明星宣传。媒体，或者说，我觉得媒体运动也要主体性啊，对吧？可是像讲起来，然后又有矛盾，就是。我觉得运动它是要赢得所有人的关注，它需要一个媒体，它需要明星来让制造大量的关注。可是它是一个短暂的，它是要需要立即的大家来响应，然后制造话题让大家讨论。可是媒体必须是长期的。然后，如果你跟他连接，那之后呢，那就一直变成他的附属品还是什么？所以媒体有一个高于现存条件的那个，那长期经营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总有一个一样现也这个 reality 的意思，对吧？就台大意思，台大意思吧，你理解吗？希望可以让很多同学透过阅读知道关心校内原本你不了解的情况。如果是这个是你的目的，那找代理人来代理很棒。我问你，不违反的目的是什么？真的啊，如果你的目的如果只是让校园的更多人来认识校园的议题，如果代理人来啊，贵人来好不好？我说你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代理人是很棒的话，不是吗？毕业的，毕业之类的，
为什么要台大毕业？因为电力系是啊，是啊。为什么不？就是因为我说的是，如果我们要谈媒体目的是非常困难。对，就是我就说，回到我们刚刚讲，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是作为结论一样，就是那个组织会说，现在媒体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我的目的并不是以维持我自身存在为主导目的。这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我存在是因为我要说话，而且我要让人很多人知道一个特别的讯息，这才是我存在的目的。那他是用这个来定义我存在的目的，所以我最高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存我自己，或是让我可以长长久久活下去，而是在我应该说什么话的时候，我要考虑到这些话最应该或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最容易被听到。所以我真的不担心。我说就那个家伙的人中看，那你们当然可以同意这个看法。其实我觉得你们起码要想想看，就假设台大一次报只是为了台大一次报本身，那你不用搞台大一次报，你可以搞台大文艺一次报 ，OK 吗？反正只要任何一个媒体都可以，就不管它叫什么名字。所以如果叫台大一次报，表示我有一个目的，可是我的目的要很清楚，是如果我的目的是要让校园里头更该讨论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，比如说高学费政策，或是台大跟那些在进行一些都更。或者后面那个兰桂大树有没有？如果你要让台大学造这个事，那你就要想尽办法让台大一次报变成是个有效的媒介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。那这时候你选择就不会是只有刊物，你可以活动、刊物，或是网站或请人家来。可是如果我的目的不是这样，我的目的要慢慢累积台大学生，乱讲，关心公共意识，那我就来做实习规划，那当然是另外一种目的。可我觉得起码是。所有搞媒体都应该想清楚，就是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创造一个像我们那个台大大金社一样，我要维持一个悠久的传统，我就讲这样一代一代干，还是说你就是很清楚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话，我就是要说它，不管用什么。现在我觉得在大是另类，跟所谓制度，你不要说主流，就是一个制度性媒体跟一个另类媒体，他们思考的最大差别。那破坏型某种也不算另类，它就是一个比较是制度性的，就是它是有个制度支持的媒体，对不对？有事情有经费，可在过程中我们想要把我们能够说的话极大化，就是我们真的想要说话，而且我们觉得说那个话有意义，所以我的目的是让它极大化，让它可以活着，然后说给更多人听，所以就不太 care 广告，不太 care 形式，因为让那个话被听到变成最大的。今天就那个。